真的。 今天天凉，怎么才穿这么一点啊？啊，我不冷。哎，振宁哥，你这是……戴上。我没事儿，我真的不冷，还是你围着吧。今天你考试，路上不能着凉，把它戴上。谢谢你啊，振宁哥。上来，我送你去。 哦，不用，我走路去就行了。你就别争了，我们正好顺路。再不上来，考试就要迟到了。哼，好吧，走了，坐好。 陆阳，哎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热包子，你赶紧吃吧，啊！我不要。你还在生气啊？上次我真的不是故意气你的，因为我送你的糖炒栗子，你却给了别人，所以我一时着急才这么说的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吗？哎，对了。 过几天有蝴蝶新上映的电影，你想看吗？对不起，我没空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啊？我什么时候都没时间。啊，如果你不喜欢看电影，没关系。那我请你去喝咖啡。哟，哎，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 要生了，要生了，怎么办？那得赶紧找车送她去医院呢。车我去找，你看着她。哎，看着她啊！忍冬，你来的正好。哥，忍冬，正好有个孕妇快生了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好，走。马上就来了，你等一下。忍冬，大姐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给她看看。给我手。怎么样啊？她需要马上接生。哎，那唱片行就在这儿，我们到里面给她接生吧。 你好，来，好，走，来，来，小心，来，走。哎，忍冬，考试时间马上要到了，你不能替孕妇接生。这样，你先去考场，我找展台辅过来帮忙。忍冬，快点，孕妇要晕倒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醒醒，哎，快点，忍冬，她昏过去了。醒醒，大姐，醒醒，醒醒。 哎，你听我说，你一定要挺住，这样我们大家才能顺利的帮你把孩子生下来，知道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一定要保住孩子！我这次小产过好多次，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孩子，我求求你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帮你把这孩子平安的生下来。忍冬，你还是赶快去考场吧，这里交给展大夫来处理。不行，这里不能离开人，不然孩子会有危险的，我必须留下来照顾他。 这样，你快去请展大夫过来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忍住啊，大姐。哥，把板凳拿过来，快。大姐，忍住，忍住啊，忍住。来来来，快点。这怎么弄啊？翻过来。翻过来。腿给我。腿。那边。我是男的。来来来，陆阳，你来。我哪会？快点，快点，那我干什么呀？去弄点水，还有剪刀。好，你快点。来，咬住。 咬住，用力！陆瑶，你镇定点。有血，别紧张啊！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啊！大姐，用力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快，加把劲儿，快点，马上就好了，用点力，快，大姐，用力！
忍冬怎么还没来？来了，热水来了！热水！哎，陆阳，快去端水啊！大姐，用力，快，要坚持住！忍冬，来，你得抓紧时间啊，要不然你的考试就赶不上了。不行，展大夫没有来，万一我走了，他们母子会有危险的。大姐，再用力啊！大姐，坚持住！陆瑶，你怎么了？再用力！我不行，这不行，一看见血我就害怕。你怕什么呀？赶快去帮忙啊！赶快去啊！我不行，不行！别紧张，深呼吸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再用点力。好晕呐！哎，加把劲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快去帮忙啊！你不帮忙的话，这里只有两个女孩子，要不然忍冬就耽误考试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会。快快快，快去！我不会接，快去帮忙啊！嘉平，我真的不会接受。深呼吸，马上就出来了，快用力，快！我看到孩子了，我看到孩子的头了，快用力啊！加把劲儿，加把劲儿，快去啊你啊！他为这次考试准备了那么久，怎么关键时刻却缺席了呢？哎，陆瑶，生了，生了，生了，走走走！哎，你别去，我害怕，你别去，生孩子太恐怖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以后谁娶到你，倒八辈子霉了。走走走走，你哎，快来，孩子平安出生了。哎，忍冬，好可爱啊！哎呀，丫头，把孩子给我吧。啊，你赶紧考试去，剩下我来处理。嗯，来，嗯，好，快走吧，啊，快，快去，忍冬。乖啊，陆瑶，你快过来啊。麻烦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你好，师傅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我是应考的考生啊。时间已经过了，你们走吧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不行啊，这次考试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求求你通融一下，让他进去吧。我也是按规矩办事，别吵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师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位难产的孕妇，我帮她接生，所以耽误考试了。求求你就通融一下，开开门吧。师傅，你就网开一面吧，毕竟他是出于好心救人，所以才迟到的，他并不是有意迟到的。说什么都没用，明天再来吧。哎，师傅，不要，师傅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师傅，求求你开开门的，求求你了，我会报答你的。开门！哎，祝你哥，祝你哥，你干嘛？祝你哥，不要这样，祝你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把门砸坏了，我让警察抓你啊！师傅，求求你把门开开好不好？不行。哎，别砸了，再砸我叫人了。别砸了，打开好不好？别砸了，让他进去。住手！你再砸，我真的叫警察了。大事的，祝你哥，你别闹了。祝你哥，等一下，祝你哥。别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不考了，求求你别砸了，好不好？忍冬，你为了这次考试，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？我就算拼了命，也会让你进考场的。你听我说，我明年再考，我明年再考，我今年不考了。你不要这样，振你哥，振你哥，我求你了，让他进去，别这样会出事的。让他进去，把门打开。别砸了，快把门打开。出事了，快住手啊！报警了，把门打开，砸还砸？住手！振你哥，他都报警了，不要砸了。忍冬，我绝不放弃，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。不行啊，会出事儿的，大不了我明年再考，好不好？我明年可以再考。哎，振宁哥，你听我的。啊！哎，忍冬，快进来。好。啊！放开，不能进，放开，不能进去。哎，就是他，两个人呢？就是他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哎，别抓他呀！
你们干什么？赶紧回去考试。我真是搞不懂你，你说一年就这么一